都是你，兰刚有十三。哦。你别管，你别想害我，你别管，你别想害我，你别想害我，你别管。刚才都光亮了呀。我是什么代价？你别管，你别想害我呢。别放心啊，我阿爹不让你伤害你。 是你啊！啊，你小把戏什么代志啊？刚才找你看医生啊？啊，不，再去问医院没？来，进来走。好，你先别激动，先回家看看。好，这样。阿姐妈刚刚安怎？跟我较好。 谭端，我们是不是讲电话？你雄雄夹夹安尼啊？你哪知影我在讲电话？你群众话？我去摕药啊！我已经看到的啦。哎，还没回答我。啊，谭端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看到迄个电话了。 我头壳内底哦，就乱的，有足奇怪画面。什么画面啊？我嘛无啥会记啊，我刚刚知影，我只要去想，我就感觉足惊吓的。敢会是甲当年迄个意外有关系啊？安尼也是莫别单清好啊。 你是去创啥？我恁某个早就破坏细汉的。这个细汉，对啦，紧甲咱来帮开啦！担心所有阿姨讲，找麻烦的人根本就不是你的冤仇人，这一切是你自导自演的对吗？你又搁要留这条？我甲你讲过，这我真正听出神的啊！担心讲看到你细汉，这明显后边有些疤痕。 就起来！宋丹青，你个查某根本就起笑，你讲的话伊敢会听的呀？嗯，这拄好，俺细汉的光头，佮有疤痕，甲你看下详细。子申啊！ 操心啦！当年一切就是你做的啦，更唔敢承认。以前武功爱加运动、加散步，安尼较好势。嗯，我相信咱的小公主是天使宝宝，绝对有对我这个妈妈就好。啊，行咯，今仔日的订单，你要听看卖无？ 真心的呢，小公主虽然讲哦，你是阮的宝贝小公主，阿哥，妈妈是皇后，妈妈较大只哦。你啥物人啊？想要创啥？你是大芬仔的后生哦，阮找无伊，找你出事嘛是共款。我甲伊无关系。 你无信任无要紧啊，为着阮阿你抓起来，我都唔信伊无出现。你先走，我互你家己囡仔。
你是你创啥？你是阮囝，是不是恁囝？我跟你无关系啦。对我来讲，你是杀人凶手啦。我到底是啥物心态人啊？王庭，这件代志我要做的，啊，我会安尼做，是为着要让你了解。你甲我有血缘的关系，我的冤仇我人绝对会找你。你无可能会用安安稳稳过日子。你不如来对着我身躯边，安尼我才有法度保护你啊！啊，保护啥？ 我上个查某人，其实是你硬痛苦，你才家己失去记忆，才了活落去。我查某囝嘛，伊嘛咧无去，拢是你。十三，我嘛无希望，但是命数安尼，这嘛是命中注定。宋丹青这查某的囡仔，敢当家就是无缘，你家己绝对袂有好结果。 姐，咱分开已经五年了，你的那边过得有好无？我想，你已经大家出手不巧，无烦无恼，就亲像当年，咱拄着时阵同款，这样快乐对无？ 光也暗了，就在时间的巧合里守着你，守着你，就在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，遇见你，曾是花园里娇艳的玫瑰，不想成为用青春献祭的鬼。 就在勇士的等轮回里留着你，阿姐，我现在就想你，可是我今麦搁我嘞，看到我今麦这个模样，你连想起这边话，哪个这个结果变安尼？ 结果，结果因为安尼，我跳过伊，伊也刺激伊伤害伊。文瑶，你是？ 志涵同学，朱晴天，我应该不记唔着。是，我是朱晴天。文瑶姐，你哪会来看安杰小姑姑？哦，我拄转来台湾啦，就想讲来看一下安杰。我有听志涵讲啊，这几年你甲金玉阿姨伫美国治疗。 阿姨人有较好无？状况算是稳定啊，所以我才带伊转来台湾啊。
阿小哥，赶紧会当刘医师这边生活吧。阿姆哥啥？现在你看起来敢那有心思？就今天日啦，有一个叫廖蒙子，用赵龙咖啡厅找金鱼麻烦。伊超过伊，讲金鱼死个弟弟代志，讲伊已经结婚啊，巴肚内有囡仔，因为出车祸无去啊。伊在你讲话，刺个金鱼情绪。廖蒙子，敢是迄、那個？计生计大气象主播，是啊，你甲有熟识？是啊，伊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我甲伊真熟，而且甲伊渊源嘛真深。我即马甲伊咧同一个电视台上班，我想袂到伊竟然去有到恁遐去。晴天，敢若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的同事。你放心，我回去会跟我的主管讲，我绝对不允准我黑的新闻播出。多谢你。啊，你也是看安静哈，那安尼我们叫你啊。姐，我先来走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定来看你的。最爱水果糖，阿哥芒果糯米饭，你拢爱吃。文瑶，你袂当阁活伫个过去啊！你一定爱向前行，安尼才会。因为罗安杰。已经无活在这世间上啊！咱的未完待续，只不过是一个永远拢无法度完成的愿望。